我们发现很多人都不知道古城的历史，而我们也很重视，想让大家都去了解古城的发展，而他们还有他们以前的名字。我们举办了古城 K 歌大赛，用歌唱的方式叙述古城悠久的历史，还有做路访来和大家做分享。而在做路访的时候，也学习到了许多的心得以及感受，希望这些都可以让大家更了解古城的特色和历史。这个门它的名字是什么吗？除了东门以外的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是东门。你觉得它这样子美吗？很美啊，很美。那你觉得为什么？它很有中国历史特色的建筑。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保护古城，让下一代也有美丽的古城可以欣赏。